快点快点，那边楼顶上有个小宝贝快掉下来了，好危险，快去救人。哎呀，这也太危险了，小宝贝快掉下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真是急死人了，都爬到边上了，小宝贝你可千万不要再往前爬了，好吓人呀。这可怎么办啊，消防车根本够不着啊，太高了。快看那是什么啊，太好了，是奥特曼，小宝贝终于有救了。我在光之国听到你们的呼救，匆匆忙忙就赶了过来，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赛罗奥特曼，你快看楼上有个小宝贝，好危险，快掉下来了，你快去救他下来。好，你们放心，这个事交给我。人类的小朋友你不要害怕，赛罗叔叔这就来救你下去，你快爬到赛罗叔叔的头上来，我这就带你下去。赛罗奥特曼，你真是太棒了，我要给你竖大拇指，感谢你救了我的小宝贝，太感谢你们了，我要把你的帅照拍下来发出去，让奥特曼吸收更多的光和能量。